你看这个比利时的这面这个房子修的，在水上这么一个堤坝，这面有很多游艇啊，上面还有一些人在这休息啊，这个大姐在这躺着呢，我估计都是自家的游艇。这面这个楼盖的也是非常的好。我强烈的觉得呀，应该找个人帮我照张相，这景色太棒了。